间谍世界非人非鬼，该是我们履行对国人誓言的时候了。乔卷呢？其实我是谁，你已经知道了。如果我们不打死他，我的身份就会暴露。你怎么知道我有情报要传递？间谍世界非人非鬼，何以只有爱情关系？一场永远没有相遇，何时再见？伤害。もう一度繰り返します。東からの風、雨。